边是海龟最多的地方，真的、啊、真的真的，对，所以你等一下，就算你没有办法潜到很深，嗯，也可以看到吗？也都是海龟。应该是要啊，应该是要。现在不是在闹出泡，我是认真想说赶快去拍一拍。可是你按照剧本走，剧本应该是不想动啊。然后太阳很大。我是威毅，我们现在在小琉球吧。今天来小琉球玩呢，那我们的目的，这趟就是来放松，然后我们会去玩玩水。那大家要去吗？不要。我想要在这里吹冷气。欧文加油！欧文可以的，欧文。好，我们先来去拍拍照片，先把正事做完，然后就可以好好享受这一趟小琉球的行程了。那两位妹妹啊，妹妹就好好的伤结啊。有了，回来看。不能讲这个，不能讲这个。我们现在要对这种事情很小心，而且我们现在表情要控管，你知道？就是欧文不能随便这样呼。小心有插图。对对对，真的会被讲。表情也不行哦、喔，表情不行。现在很小心，现在很小心。这么严格。欧文表情太严。好好休息一下哦，好好休息。那欧文很容易被。对啊，欧文被人家那个、喔。我真的觉得我的影片。会被人家讲话，我们会不会被哪一天被人家吐起来啊？等下来，应该不会嘛，我们只是开开玩笑，健康又快乐，对，为了节目效果。好了，走了。好，拜拜，加油，拜拜。要动水，记得多喝水。好 ，OK。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你看那边有人在潜水。欸、真的很清澈，真的很清澈。大家看一下，海龟不能摸。对啊，不要乱碰。真的不要乱碰。罚钱。手不要痒。不要晚上碰欧文。我们玩另类小海龟。哇哇哇！他们没来真的很可惜耶。你看这个海。那他们来了也不能跳下去啊。他们来了是能怎么样？我们是要来玩水的、啊。我们这两天那个海况超级好，那水应该超级清澈， yeah. 因为这样看下去就已经是你可以完全看得出地形。是的，超级漂亮的，很久没有自潜嘞，所以呢，所以我们要下水玩啊！我现在已经是个小白蛙，蛙呀蛙呀蛙，因为很久没泡水。好了，这边是望海亭，对不对？对，望海亭是一个还蛮漂亮的一个景点，然后这边有个凉亭，不会晒到太阳，然后可以看海，但是大概看三分钟差不多了。买一个海龟烧，找了三四家都找不到，怎么难买啊？因为它长得太可爱了，所以你知道要花一点时间来买它。它好像欧文，好小。今天不能吃海龟啊！又把海龟吃了，罚钱。想不想下水？想吗？那我们是现在在闹，我知道你要为什么，我是现在在闹，天，满头大汗嘞。但是现在很漂亮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才是最清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正，那你就把衣服脱光，我们来一个威毅大突破。我有。我们现在去把那个阿瑞跟糖糖叫来，然后我们就在下面玩水。现在很适合吧？可以啦，可以走吧，走吧。可以啦，赶快去把门抠过来。我们现在回来找你们去潜水了。那我们好高啊！对啊，要潜水啊。明天吧。要潜水吧？没有啊，就现在。此时不然天啊。对啊。真的假的？要潜水了、啊。对啊。够。我带去防水妆吧。化妆啊？拍一下，他很久没有化妆了。可爱吗？很可爱的皮肉。你看，万里无云。梦哎，是里面最白的，因为这个腰黑了。没事没事，你要这样黑才有海味啊。我要重返那个防晒，因为我要换妆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是你要晒？
要晒也可以。我要晒，我就穿这样啊。哦，你要晒。我要晒。那为什么这个人怕晒？因为藕包啊。哎、欸，你自己穿这个，你敢跟我这样说？对哦，我要带起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小琉球最有名、最有名的一个玩水的地方，就是花瓶岩。花瓶岩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，一定要来这边玩过。我从来没下过花瓶。怎么可能？真的。你来这么多趟，你没下过花瓶岩？我都去那边。哦，那跟你讲，这边一定要，因为这边是海龟最多的地方。真的、啊？真的真的。对，所以你等一下，就算你没有办法潜到很深，嗯，也可以看到吗？也都是海龟。对，而且这边的海龟从小海龟到大海龟，百年海龟都有。对，很夸张，很夸张。夸张很多吗？你的半个身体大。真的真的，而且都是哦，都是哦。我们上次上海龟科玩，对，我们上次上海龟科，这次会认得几种？就一种。好，那我们就差不多，我们就水里见啦。哇，这都好嘞！对啊，哇，全部都弄那么漂亮哦。哦，现在要去哪里？要去酒吧是不是？要找帅哥。我们这家是 Vivi 强力推荐。哎、欸，他推荐很久，他一直叫我来。其实很漂亮。我跟大家讲，超级超级漂亮。哇，这边不得了，他之前来这边一整个礼拜，然后待在这边的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有一个地方小琉球，你可以待一个礼拜，待在这边不会无聊，强力推荐。有多美？来，我们走进去逛一圈了，是不是？走进去。那走到这里了，白沙。这是你们点的水果缸，这一缸，这一缸非常的大，适合大家一起 share。那我们是用蓝木球为基底，加上各种不同的水果香甜酒。哇，那会有水果香气，然后也不会太浓，男生女生都很适合。哇，这一缸是不是你的、啊？没有，老板要跟我一起喝，等一下就是老板把它喝掉喽。你们多喝点，多喝点。你跟欧文两个人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OK，
所以我们这边晚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来我们这边哦，一个很棒全新的一个小琉球的酒吧啊。大家如果喜欢喝酒的朋友呢，或是来放松的呢，就很适合来这边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在这边臭臭的过一个晚上。哎，你的酒呢？还没来，还没来，等一下就来了。